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郑月宁。在新加坡亚洲艺术协会举办的世界古筝大赛2022当中，荣获业余少年 B 组特等奖的成绩。在这里呢，非常感谢评委老师给我的肯定，也感谢我的古筝老师陈静龙老师这一路来给我的教导，也感谢我的家人给我的支持及帮助。那今年呢，已是我学古筝的第九个年头了。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能够继续磨练我的琴艺，能够将更好的作品带给大家。谢谢。我是郑月宁，今天是2022年11月29日，以下节目为新加坡亚洲艺术协会举办的世界古筝大赛演奏。
我是郑月玲，今天是2022年11月29日。以下节目为新加坡亚洲艺术协会举办的世界古筝大赛演奏。Thank you.
Thank you.